建国调查班上同学在家里面复习功课，每星期总时数化成复习时间次数分配直方图如右。请问一，每星期复习功课九到十二小时以及八到二十一小时的各有多少人？二，每星期复习功课六到十二小时有多少人？三，每星期复习功课不超过九小时的有多少人？我们来看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的话，九到十二小时，九到十二小时就是这一条，所以有八个人。那十八到二十一小时，就是最后一条，所以有五个人。接着六到十二小时，六到十二小时，所以是七加上八，等于十五人。第三小题，不超过九个小时，不超过九个小时就是要九以下，九以下，所以是六加七，十三人。